跑得快，跳得高，看我小虫最厉害，勤运动，多锻炼，像我一样多健康。一二三，二三二一，扭扭屁股挥翅膀。对，小陈小陈，这是一整新运动吗？小陈小陈，没关系吧？当然没关系，我可是小陈。哎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一切正常。看来还是有关系啊。那我们快去帮帮他吧。好，加油加油。还是没有掉。小程小程，别着急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小程别着急，一一得一，一二得二。小来小来，啊，快来帮帮忙。怎么了？小书桌怎么都拔不下来。让我研究研究。有办法了。好了。谢谢小兰，真的好了耶。但是为什么感觉怪怪的？根本没拔掉啊。让我再想想。难道再也没办法运动了吗？小陈。嗨，小青。小陈，请跟着我坐。但是我脚上有小木桩，跳不了。就试一下嘛，快跳快跳。又像小鸟尽情歌唱。